50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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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三百，三百吃阿爸鱼的三百块咯。来三百，要吃阿爸鱼哦。几块头？是讲三百，要吃阿爸鱼哦。小姐，你是同学带的？来三百，搁要吃鲑鱼的无三百？三百坐啊。三百搁招一个无三百块无？三百搁要吃鲑鱼的无三百？真正的尔。三百，你细细地三只小尔。小尔。三百搁要吃的无三百？ 真正的披萨面鱼嘛，好好吃，三百咯。你看看，规个手拢油溜嘛，这鲑鱼要吃吃，油鸡的了。你要几个？一个啊。哎，你有骑车的人加麻烦一下，加车一点嘛。哦，咱免白吃的啦，规身做一家，你啊紧啊，无要白到几点？来啊，吃够恁啦。三百个要吃鲑鱼的无？三百。三百干个要吃的三百，加钱的再搁送你啊，三百个啊，简单真正的啊。 规地拢油质的啦，三百个要吃无三百，三百个要吃无三百块，鲑鱼三百块咯，我尽量一箱做一届啊，安尼我讲安尼较紧啊，免花到遮忝啊。我搁招一个饼钱三百块咯，搁一个人加三百块咯，三百块。这细地一箱啊。小林啊，搁一个人加加钱咯，无三百才够哩。 再一个可能三百块，上面就是三百块。来两个。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你啊，凊彩啊，凊彩啊，一箱尔，啊，加加动，啊，加加动，啊，三百攞几块，攞几块，看下我，搁伫遐看啦，来，几个？来两个。小阿伯啊，小。 来，下车落啊！过来要吃啥物好诶？来啊，我来看一下车啊。这完美的鸡腿才大只，才大只。好厉害哦！煎落好啊，汤落好啊，饲落啊，拢会烫。你想要安怎煮拢好？这个才大只的鸡腿，来要吃免五百，免四百，来先加钱，先加三百外落啊。鸡腿三百块，大只的才大只，三百上面就是三百块。三百要吃鸡腿的无？三百块。 三百块要吃鸡腿的三百咯，无半下要吃哦。是啊，恁爸爱吃鸡腿哦，迄种鸡后壁了。三百块要吃鸡腿的三百块咯。这支鸡腿真正足香的，哦，这有甲你过小可部分。这支恁今天真真食食，暗时八分食食。你只要甲我买三百块，人家我卖阁啰嗦啊。 装包三下饼钱了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，真真的了，大鸡的要大鸡的，两百了，两百块，最后一个两百块，最后一个两百块，大鸡鸡腿，收起，鸡拢弄会当去，过来要吃啥？要人点的来啊，你要吃铁路铁的铁板料料，这叉叉的好啊，这牛肉干的嫩尔，啊，这当个叉叉的好，叉蒜头、叉肠啊、叉辣椒、叉硬菜，你安那叉安那好吃，一包叉蒜鸡啊，五，两包叉蒜五百，三百块了。 三百，来三百，上面只牛柳三百块咯，三百块。三百上面只牛柳三百，你来搞买三百，这两包送你，你差无牛肉一盘七十块啊，你先加钱，这两包嘛，你拢。六包装可以三百块，给咱上三百。来三百上面只一包鱼啊，我两包五百，三包你四包你，来五包你买无？六包三百上面只牛咯，铁板牛柳，这拢我爱四过啊，差差的好啊，三百个要吃无？有啊，够啦，唔好买过，你唔好食过这个牛啊，要试一下八个咯。 八五好啊，要试一下，八五试试看看没有关系。八五好啊，要试一下八五。收起来，来个来，你也当点菜啊。八五好食哦。个三包起个，物件起来还袂分哦，紧起来。丢脸了。物件还袂分紧起来，要起迄种啊，紧分分的啊。你要食啥个店嘛？啥物毛豆，啥物碗糕，啥物蛋糕有无？ 演出机抢了了，来，迄个果冻客钱的手下去。果冻客钱的手下去。果冻个人客钱无客无？靠，这个大上。来，好，啊，过来，你要吃啥物？一个飞机员加两包，我买。我来好，我随家买。毛豆客啊。哇，真得你啊！想要吃飞机员的手下去。
百五啊！来，我来讲啊，有飞机无？我嘛唔知啊，恁家己看啦。有飞机，莫搁我问啊。有无？恁家己用个目睭看啦。你要食这包飞机嘛？互恁送新价钱先啊，二十块落啊，二十块落二十块。我等下。起来落啊，二十块变成二十块。李大姐，谁？咱两个三个，三四个。二十块。五个。三个可以吗？六个。来七个。来八个。好啊，好啊，十三个落啊，好啊，一包十三包起来。阿姐，我这个货料给你卖好不好？这人生店的，我随给你卖好不好？阿多一百下。你有包烟机无？好啦，我这个货料要给你卖下啦。这合价连多拢无饲的，这高这么好，这乌，台湾的合价。你要阿那酒拢好食，这两块一支饲拢无。你要食连多新价钱的先赢500了，来500块了啊，500好。这是第500，两第500，三第只第搁送你。你若有在条七只大地合价连多。一地120块买着，你起来卖我。你新价钱的啦，一地卖卖，包上500块咯。来500块，有人要食黏蛋无？500，阮这阿姊啊，人买1000啦，真少。你甲问啊，我黏蛋真正食着你好多啦。500，搁有要食无？你个人食袂了，想要试看黏蛋看卖合价呀？200了，你买两地当去煎看吗？买两只，一地甲煎啦，一地甲煮韭菜，一地甲煮海产卖拢好啦。200上面食200块，唔捌买过买200食看卖，赶紧200，拢无饲的啊，一支拢无的啊。有啊，来有啊，就收啊。薯条，过来啊！哦，我想过来的，那来个吃，过来，我们吃啥？185加起个。来啊，过来，要啥物？有185起个了吧？来，我来画一个物件，恁吃好不？是啊，你啊好，是啊，要卖啥物？超人计量股你开啊？